像你卖一顿来吼，就想要熬夜啦。医生有吩咐，你千万哦，别当上跳。你摕我手机来写啥？我在替你甲回诊日期吼，甲你去行事历内面，还阁有啦。这是你平常时吼爱处理的物件，我有替你整理好势啊。啊，每一个物件顶面哦，拢有打一个 memo， 写着注意事项。何万龙先生，你是不是就想要来候补处上班的呀？哦，你水面的，我即马是一个副总，你若真正要请我吼，我薪水是袂少的哦。薪水是先偌济？我即马未正式聘请你，你得替我做甲遮尼详细啊！我看哦，我无付你薪水，你嘛赶快做甲心甘情愿。啊，这个世间哦，哪有遮尼好的代志啊？我遮尼用心的照顾你。替你扛轻负担，这么爱你，这么疼惜你，啊，为着你吼，我付出我所有的一切。刚讲你的升官这么强，拢无什么报答我。哦，骨卡说出来啊吼，原来你替我做这是想要赚话痨啊。不过歹势呢，你真正找唔到人。我是规个议会内底哦，上无钱。啊、你也无想要做，就莫做啊！我就是要做，而且我就做啊！我何怀农这世人啊，就是要做金星荣的专属助理。哇，冠廷，你这个时阵打电话来，真正是……可能是有什么要紧的代志要找我啦。有道理，接电话。喂，冠廷啊，心柔，拍摄啊，今晚我打电话找你，是因为哦，我发现到佳佳一个人伫房间偷偷啊哭，啊，甲问，也歹甲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，我就烦恼伊个啦。佳佳心情不好，伊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影呢，是讲你今晚敢有闲，是不是当过来甲佳佳关心一下？好，我今晚随过。其实哦，无爸想的遐严重啦。我就是生理期来，啊，痛到动袂住啊！我才伫个房间内底偷偷哭，结果我爸发现啊，大惊小怪，遐尼晚阁甲你叫来。你嘛袂用怪伊啊！啊，你无来无去，秘伫房间哭，伊当然紧张啊！对啊，姐姐，啊无你搬倒来甲我做伙住好无？我就怀念咱两个做伙住的时阵呢，啊，两个哦拢是查某囡仔，个人互相照顾。啊！你即马无可能我边啊，我顶多袂惯习呢。是因为你即马有烦恼，叔叔会使陪你。啊，不过若是连我嘛离开家，爸就是孤单一个人啊。最近哦，我看到一个人伫客厅食药啊，感觉足无爽快。我是知影讲转院时阵有发生真多代志，也毋过，敢毋是怀农一个人救我？爸哪有可能帮你一个人唔管？爸选择不爱跟你讲，是因为之前烦恼叔叔怀疑爸居心不良，讲爸是为着要跟你手倒转来，才受空受胖，想要表现给你看。是嘛，先生话歹势，啊你打出院，搁来给你无用吃的，啊有啥物事我会当斗相共的。我已经有教姐姐安怎处理啊啦，啊伊面对你吼，伊会尴尬，你就莫去问伊。你还记得明仔吼去买一个热敷带回热敷的话？好啊，我会记。冠廷，多谢你。麦弟啦，不管你有啥物款委屈，你做你开嘴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替你吐一口气。你等回来先要涨啦，无代无志徛遮创啊！海神，你有安怎无？无啦，海神嘞。等一下。饭店这种所在，敢是恁家小朋友会当进来入去的啊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阮爸伫内底啦。阿姐恁去啦？你想要创啥？无啊，啊唔就去找爸爸，啊我帮你顾起啦。无伊生啊这么古锥，但一个人伫这会危险啦。小妹妹，哥哥带你去皮车看电影，啊吃松饼、啉红茶好无？来，莫有白来哦。
安怎啦？空金的哦，袂使卡一个你啦。我就是要带伊出去耍，无安怎？你是有意见你啦，哈、啊？爸爸！爸爸！佳佳，汉生，现在小跑。佳佳。哎，爸爸，爸，慢跑，慢跑。哎，你一人拍两个囡仔，先创啊啊！你敢会记得？大家，你完走无？高爸爸，我无代志啦，是头拄迄个人哦，对佳佳无礼貌，我才会生气，甲伊拍起。那是讲恁两个，哪会伫个遮出现啊？阮厝内底环龙叔叔送咖啡啦，啊，拄只我就看到汉生因爸爸行去顿店，汉生就想要去问清楚，因爸爸来遮用伊，结果就拄到迄个找麻烦的混混啊。你还先甲我讲，是安怎你会来顿店？嗯，我就找朋友泡茶啊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是安怎你要骗我？我对你哦，真正失望嘞。汉生，汉生，你听爸爸解释啦。快点，是你啦。哎，汉生。汉生。大家。我讲汉生跟爸爸两个人需要好好讲一下话。给阮淡薄仔空间，哈！我的查某囝不是你的员工，请你莫再指使伊替你做工课啊！你种自私、贪小便宜的行为，已经危害到伊的安全了。啊，不是爸爸拄好经过，看到汉生甲罗马伫咧相拍，我马上阻挡。你甲汉生敢有可能平安无代志？哈！爸，我就讲这拢是意外。啥物何做意外？你搁伫咧替伊讲话？喂，你敢袂讲到伤超过伊啊？小飞，啊叫因跳上咖啡吼，是我也唔对。啊，不过真正是汉生讲伊顺路，我才会答应的。啊，哪会互你讲到亲像我伫咧利用因同款啊？啊，搁再讲，你嘛袂当伫咧佳佳面头前讲这种话嘛。我讲这话，就是要让佳佳伊清楚，恁全家伙拢是伫咧利用伊。佳佳，你这个怀龙叔叔，该怎么搁伫咧推卸责任？伊根本就无关心你，伊嘛无关心汉生嘛。是你根本袂予别人有机会讲话。佳佳，为今仔开始，你爱离因较远的。